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黑子。这一集开箱 Suico 跟 Bape 联名的拖鞋。那鞋盒的设计就很简单，就是满版的 ABC Camo， 绿色的 ABC Camo。正上方这边有这个 Bape 白色的圆人头。好，开箱。那它有用这个 Suico 自己满版印花的 logo 的衬纸。我们看下实鞋。这些设计的话其实蛮出乎我意料的，因为其实看照片比较没有那种冲动啊，觉得说就是一双怪怪设计的鞋子，但是收到之后发现它这个材质的侧性啊，你可以透过不同角度看到底下的花纹，有没有？这真的蛮帅的，很特别。好，这是这一双的话是绿色的，那绿配啊黑配红我觉得也蛮好看的。然后在底下鞋底的部分，它是用锯齿状的，增加你的着地力。那Suico的鞋子我自己有买，我自己觉得它的这个底部设计对我来说啦，我觉得蛮好穿的。嗯，如果你还有需要的话，一样可以透过下方连结跟我们讲，然后帮你处理这样子，大概是这样，拜拜。